今年双十一电商促销高峰期，全国快递业务量再创新高，网点遍布全国。我要给爸爸寄快递，送到了吗？孩子啊，给你的礼物寄不出去，正难受着呢。执行任务没有地址，收不到快递。发现敌机，行动，不变方向，不变方向，被锁定，拉升。从2020年开始，鲲鹏运20开始执行此项任务，机组成员从接到任务开始便充分细致的准备。这些数到底什么意思？不知道啊，那张纸上到底写了啥？这次任务啊，你说这次加油，停机坪集合。哦，啊！任务完成，请示返航，同意返航。飞机撞墙了，听到。往后多待。距离地面300米。下去。听到，听到。发动机告急，急速下降。听到，听到。收到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个呀？不对，颜色都不对。那是因为房间光线不好。宝宝今天学了什么？来说给爸爸听听。中国空军两栋公司八机组接迎志愿军烈士回家。生来安宁，但你是否想过，云层之上，视线之外，有人刚经历了硝烟，有人在习惯着离别，
有人迎着风险，搏击长空，心向党，飞行万里不迷航，这就是人民空军，生于11月11日。